之后再找队友，阿瑶来砍一个枪拳哦，哇，先看对手，哦，篮底下，陈立焕在心脏地带的抛投，同样两分有，边底角的三分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。对，哇，穆伦斯来一个麻辣火锅 ，Manigo 要来挑战吗？欧洲步跨进来，右手挑来，李天胖，桑尼。哇，这球打得有点勉强，但是两分还是有。戴维斯中距离投射，晃开对手球，两分命中。一个 AD 的发型，必须要强势一点。哈哈，林凯燕的三分球，横向的一个八分钟的时间。这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，张宁。球场上面的智慧，真的是我们看到大哥球员必须要去学习的。篮底下猎人在阵容上面都有比较大的跟动 ，Kenny Manigo 接球之后直接需要调整一下哦。篮底下穆伦斯算是按得很准，对，按得很准啊。哇，这个脚步厉害啊！投进这两分。王之恋，我印象中也有像是陈俊南、李威廷，应该都是出生于泰山高中的选手，对，应该5到20公斤。再来砍一个三分球，穆伦再投一颗，没问题。海燕三分球来一颗。海燕教练今年的一些改变上面，我觉得也看到一些效果。穆伦斯再投一颗，篮底下桑尼，这球拉一杆，高低位的搭配。飞球 Kenny Manigo， 不过还有9分多钟，来看他们怎么样来守住这个领先优势。哦，阿瑶再指望他可以健康的来比赛。对，陈立焕撞进这2分，应该要投掉了，我去吧。哇，陈立焕这球怎么？我去吧。篮底下沃许本第一时间跑上来哦，篮底下陈立焕现在回，我今天没有比较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镜头。进攻时间，让林书伟再来一颗吗？助攻给到了。沃许本的出手，这是一个龙兔两分球。